几点？九点。少骗我。八点半。哎。拜托告诉我真正的时间，求求。Uncle， 好啊。Uncle， 你们都不知道我在家里面为我的歌单有多么的担心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如果你们要唱我，你们一起唱，我不害怕，我就可以唱。好。但我声音真的不好哎，还是唱晚风好了。都唱。什么？都唱。是吗？可以。你忘记我是记不得小姐了。好，来。